三二一 ，Go！ 这盒就是基基哈尔二，没有啦，基哈尔二，好，是这个来自 Advance of Z 迪坦斯的军旗下。那这个卖点就是它可以变成这个像阿西玛一样变成一颗飞盘，这算阿西玛后基基吗？也不算。嗯，应该说是有点像，但是不像。但又不是。我跟提督的研究的结果好像是，它这个是就是在同一个平行的发展线上。简单讲，就同一种变形的类似的机构，但是不同的机型去变。对，因为它在之前它还有一个原生的叫做那个什么阿西玛原型机，有 TR3。好像是，好吧，這看起来蛮帅的、啊。PB 的真的是很大很厚哎、欸。对啊。所以以前这种厚度大概就是什么 ，MG 的。小 MG。对，钢弹四号机、五号机的那种 MG 啊。多少钱？1000元之内的，950。那就开盒喽。开盒。可是我还是要讲，这真的，我真的很想要叫它吉吉哈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超大的。什么、啊？然后变形的时候就变两根放在这里，这很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鱼啊？什么鱼？就有一种甲壳的鱼。甲壳的鱼，甲鱼？不是甲鱼，甲鱼不是鱼。天哪，中文好难。好，好，没关系，开始。哦，这就是叉 C part。对。但是多色成型、欸、居然已经有到叉 C 了哎！天哪，这是什么编号？就是已经有两个英文字母合在一起了。这个是什么组合？你说跟那个 Excel 表，就是一开始 A B C D， 然后到26之后就开始 A A A B A C 这样子吗？对。哦，好，就是这么的荒唐。组合就变多了，的确是这样子。哇，它这个细哦。这是基哈尔，它就是完全全新的一片哎。对啊，基哈尔二。嗯，没有啦，里面应该有 T R 6的部分啊。但是它，你看像它这个什么领口啊，还有一些部分都换新的，像这个中间的这个。你说领口是就是要去、就是、头要去不是桃园之前的领口吗？不是，是我说领口、哦、啊，真的是领口。对，好，可以。这是 A part， 这就是那个 T R 6的。T R 6吗？伍德沃特。伍德沃特。然后这个是，这个也是 TR 6吧？科雷瓦，科雷瓦，伍德沃特。对啊，所以它有是有兼用那个什么的部分嘛？这就是基哈尔新的了。对，它的那个大的那个尖尖的。对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就是、也是基哈尔的，它有附一个简单的支架。对啊，毕竟这台可以变形成这个阿西玛形态。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稀奇的地方？没有吧，因为这个后面这些都是伍德沃特的零件。这个也是哦。对啊，不过伍德沃特是白色的吧？这个就是黑的，全黑的。对，所以如果这盒有多买的人，可以组一只全黑的伍德沃特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组得出来吗？我觉得可以耶。可是它少那个多色成型那一片呢、啊？多色成型那边有一些是跑到那个基哈尔上面。那如果去拿伍德沃特来兜这个呢？那应该也是可以啦。嗯，你把缺的补了。反正你上班可以。可是我没那么狂啊，这个我买三台我没办法，太多了。这也要买六个啊。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跟提督一样？对啊，而且这一台不是提督要的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欸、因为提督说他等不及了，他想要先做，就带来了。哦，那提督快来拿吧！等一下提督看到影片就冲过来，他也冲过来吗？可他还是要还我一盒啊！可是就他的到了就会还你一盒吧？是这样？可是那这样就我不晓得这种物品的流动是算了，我不管，反正我下次就是要在这边再拿回去。他的 body 是这一条。你说 GG 的部分吗？他的本体是这一条。果然是 G 哈。欸、可是它真的是有包含它的那个真的身体的部分对啊，就是 G 哈全部连在一起的。这边是 G 哈的部分，然后后面就是耳，前面是 G 哈。武器就跟那个 TR6 基本上一样，然后多了这个像盾牌的，嗯，要配合造型，然后会变形。对，所以变形也是要拆开的样子。欸，为什么你这边说明书拍的这么认真？刚才那边就有点敷衍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比较奇怪。这比较奇怪啊，所以会 看久一点。你有模型的种族歧视哦？没有没有。哦，真的哦？嗯，好吧。没有没有，铁血就是廉价。Can。
可是铁血的模型原本一开始就是低价化的一个策略。你不要再解释。啊，可是这个 PB 的没有再跟你廉价的，就是贵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PB 就是贵，好，随便放回去。费件也特别贵。反正体度马上就要煮了。对。他会马上来煮吗？他只要知道这东西在这里，他就会冲过来拿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像诱饵？诱饵就是要捕获提督之类的。而且你看这个盒子特别大，都可以刚好放好。天哪，好好哦。好，把它盖起来。干，我觉得这零件真的看起来好舒服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这里也好舒服、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这好像要一堆就可以做很酷的东西。真的酷毙了。好，盖起来。好，把它盖起来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伍德沃特头躲在里面吗？就是变形之后的样子、啊哦，真的有、啊，有哎、欸，真的有。好神奇哦！所以是替换吗？我刚其实也是没看懂，应该是吧？这替换变形基本上都是叉 T 的、啊。HG 你还想要完全变形？有点有啊，有卡普兰完全变形。那是因为它的变形机构很简单吧？也不简单，头可以缩进去啊。可能那就是那样而已啊，它没有其他特别。搞什么啊 ？TR6 搞什么？嗯，就这样喽。下回见。下回见，拜拜。那这集拍的比刚才那集还短呢，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后面再……那你呼吁一下大家订阅啊，订阅各个我每个人的频道。看，可是有些人的频道就是还是像看不见的朋友一样，什么看不见的朋友一样？还没有出现吗？对啊，我的频道还没有出现啊。对了，大家如果觉得我可以有个频道，大家会想看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。然后告诉他要叫什么名字啊？对，告诉我，告诉 Leo 同学，这个频道到底要叫什么名字？就叫 Uber Leo。Uber Leo， 不要，为什么 ？Uber Leo， 我一直来送货吗？将会被 Uber 告吗？我觉得不会啊，但是人家问说 Leo 是不是开始送 Uber Eat？ 没有，他那到时候就会有人讲说啊，那你就去办个 Uber， 然后帮我送模型这样子。What？ 哎，好像可以啊。看，可是这个我觉得最快会实现会变 Uber 提督。他两边都可以吧 ？Uber 提督会先产生出来，或者是熊猫提督之类的。熊猫提督，我没办法想象他的黑眼圈变成熊猫的样子。没有，他到时候衣服就是一半的造型，一边是 Uber， 一边是熊猫，这样看起来很酷，超杀的。然后戴着那个万代南梦宫的帽子，干住那个南梦宫吧？那应该是去跑什么？跑那个马拉松还是什么之类的吧？才会有这个。好哦，所以这盒就在这边等提督来了。对，提督看到的时候赶快来哦，你不来的话就我就把它拿回去。到底是来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样变真的，我好像真的会变 Uber 哎。结果就坐下来谈说这到底该怎么办？啊，也只能放着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嗯。他如果不来拿，我下次代班我就煮这个。哦。有没有道理？他不会不来拿。没有啊，他就是在他，你说在他出，他要在利友抵达前先抵达。对，我觉得这应该超级容易的吧？什么玩意？这真的超级容易的、啊。好，好哦。对啊，但他如果下次没有啊，反正那个期限就是到下次开台，下次我代班，他没有来拿，我就把他煮起来，就不管他了。因为反正他九月也有三只、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也要看这片什么时候剪出来。哎、欸，你用功一点好不好？干，赶快片子，赶快剪一剪哦！这次都多久了？其实这种片子的节奏就是，也许现在大家看到已经是变成另外一种节奏，可是，在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在拍，是一个反正我觉得你的片就沒有，因为其实 Leo 也蛮会就是输出一些内容的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所以可是这么多内容要怎么剪成一片？我觉得这就考验你的功力，你知道吗？好难哦！不会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的。那我把后面的这个跟前面的混剪在一起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混在一起，然后甚至你就会说，如果你看到这片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就怎么样了之类的。什么鬼？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很多那种电影里面会演，就是说，当你看到这片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怎么样了，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了这样。哦，我知道，把它混剪，然后把那个没有混剪放在会员专属，看得懂的放在会员专属，看不懂的放出来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那你这样，你真的应该赶快去看《天能》这部片。真的假？因为你看完之后，你会有非常多的想法，有非常多的梗可以给你讲、哦。这些素材你都可以用这种很奇妙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讲到《天能》是在另外一支的，对，另外一支里面有讲到，没错，没有关系，这就是这样就表示这抽空去看，这就表示这两支片的时间点还蛮接近。
就是连着拍的啊。对，可以啦 ，OK 的。好难剪啊！不会，你这看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完之后你会有全新的视野，然后以后那种不联系啊，不什么东西，你都全部都可以用那个东西带过去啊。对，好好诡异。不会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完没有觉得什么看不懂的地方？没有，不会，绝对不会看不懂。OK OK， 你看不懂你也当看懂了。到底是什么？那部片就是这样。太诡异了。没有，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种 sense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好像看了之后，你好像没有很懂。可是你却会运用那个，运用你看过这个东西哦，对，好有趣、啊，没有问题的，对，就是你要，就是这个概念是说，你要今天你要理解它很难，可是你要运用它很简单，有这种东西吧？你一定有这种经验吧？没有啊？居然沉默，居然沉默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什么啊？就是。好，我们转换成模型术语来讲好了，就是越转越多。不会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懂，就是比如说好，就上墨线好了。嗯，上墨线。对，为什么用滴下去的时候，就是用那个不是用笔的那种流派，就是用那个滴，用渗墨的方式，然后要全部擦干净那种。对，你怎么知道你滴下去它会跑线跑得那么顺？你可能不知道原理，但是滴下去就是哇，好漂亮啊！然后擦一擦，哇，好干净，哇，墨线上好了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就是有一些你会做，但是不知所谓啦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可能它牵扯，会用，对它可能牵扯到表面张力啊，或是什么，就是你磕线磕的深不深啊，或是怎么样，就是它滴下去就是啪跑得很漂亮这样。对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可是你就是滴下去哇，爽这样。哦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吧。我不晓得这样比喻 O 不 OK。又沉默了，太难了，哪里有？大概懂了，没有用啊，我懂，没关系，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会用就好。最后就竟然是这样的结论，对啊，没错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啊，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会用就好，真的。天哪，对，真的 ，OK 的啦。好啦，这个开始让我有至少蛮好奇天能到底什么东西。赶快去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好啦，结束。结束啊！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可以啦，我觉得你有这个天分。什么天分？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，但是可以的部分，就是你也可以来做这个网络影片嘛。真的会有人看吗？我只是很好奇。搞不好会一下就10万订阅。我觉得没有那么强。我觉得 YouTube 没有那么好奇。真的。应该说，大家认识你的速度还是有一个极限。我觉得我搞不好就是大腿一夹还有机会。没有，不见得、欸、哪里？可是哎、欸，真的不见得哎、欸。女生的那种出来，如果有很多有一些小瑕疵的，一堆人在攻击、哦，那种很难红哎、欸。可是男生的，那、啊、就一个废宅，没什么好攻击，无敌。再怎么攻击还是一个废宅，他不会因为你攻击他就变得不是废宅，这样吗？可是女生的话。可能我觉得反而会遭到比较多攻击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我这样突然懂了什么、欸，哎，是不是就是像健保那种感觉？因为他摆烂什么，大家不会觉得就是反正他的 style 就是那样，就是。但女生大家会有一些可能成见什么的，会有影响。女生都很娇羞的打他，讲哎呀你在干嘛这样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在这个网要当网红这件事来说，除非你是挣到一个不行的女生，哦、那不一样。那我你会有一群人先保护你。不是，我们要就是要记得那个健保的前车之鉴，就是不能找眼睛小于三公分。没有，我随便乱讲。什么叫眼睛小于三公分？你有去看他的片你就知道。对，你现在变成他忠实粉丝了，是吧？有人知道，看我们现场有人知道，很好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没有啦，这样这么说，我其实大部分也有看的、啊。我是真我没有，我不是变他粉丝，我是去看了之后，我真心觉得他的影片有魔力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有看他早期的吗？我觉得他是真肯的、真诚的北南。我觉得我没有看他早期，我是看他近期的，对，就是约会系列的那系列、嗯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就是你知道，人就是在低谷之中才会有那种反弹的那种。你知道吗？应该说他这一部分表现得很好，因为我都是看他就是跟那个插旗拆了之后的东西，我觉得那个后面的比前面的好看。
重点是那集就是整个剪的那个怎么讲，那个节奏超级好，很好笑这样。有惩罚那一集。然后那个，而且那个贯穿的后续的一切跟前面的那个约会系列全部都连在一起。连在一起了。好哦，希望你可以剪一集就是这种起承转合的。没有啦，我们就。不然我们开一个新的频道，我们就一直来讨论这个。你说就是、那個、就是 YouTuber 观察家里有、喔、我可是我看的不够多，你看的才多吧？我怎么能够当观察家呢？魔动王力友、喔、应该是、啊、什么叫做魔动王？什么鬼？那你三不五时拿那把枪出来试啊？不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那个，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又没有，反正你很闲啊。干我哪有闲啊，我你前一阵子这样叫我做，我或许会说好、啊、太棒了，走，我们去滚铁环。现在我不行，对不起。不要这样嘛，陪我去滚一下铁。他现在很怕你不陪他去滚铁。不会啦，我还是陪你去啊。但是我们这要规划。对，我们早一天就是天气比较舒适的。对啊，不要现在这么热去滚屁。对啊，我也是想要避开这个暑假。没有，现在去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去也有一个好处，现在去拍就是拍你中暑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拍一个很好很屌的企划。就是我们找一个那个，就是中秋节嘛、嗯，大家在河边烤肉的时候去滚。干，你会被打，我觉得。是不会啊，这滚铁环又不是什么方伤风败俗，只是就觉得。只是觉得你们很荒谬哎、欸，你们为什么要玩这个？没有啊，就返老还童啊。真的，说不定把这个带成一个活动。对啊，旁边那个在烤肉的小屁孩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在玩什么？好新奇的，借我玩一下这样。”送他。让他变成他家的传家宝。你居然想要，哎、欸，看这是，你是 Apex 英雄的传家宝吗？就是用铁环这样，用铁环搞这样，好像很强。超有用的啊，多功能铁环。对啊，还可以开传送门，但你要穿得过那个铁环。可以啦，那铁环还蛮大的、啊，但是有人应该没办法。是穿透环吧？哆啦A梦的道具。哦，你说放在墙上就有一个很大空间这样。对对对。哦，阿叶什么时候弄一个？那个是救难道具吧？哦，好吧，超强，总觉得可以做成某种陷阱之类的。有啊，他们有拿来当做陷阱用啊。好，不错，很